哇，刚才背后打了道闪电，看到没有？猜猜我在哪儿？转过来看一眼，万宁火车站，我来接欢姐。欢姐今天马上就到了，我跟欢姐分开了快一个月了。哇，她终于来海南汇合了，她也是昨天刚忙完。欢姐马上就要从这个口出来了。说实话，我也挺激动的，不光是你们想欢姐，我更想她，好吗？我得把这帽子倒过来戴，要不一会儿见面的时候亲嘴的时候会磕着她脑门儿。这个一会儿见面的画面可能有点少儿不宜啊，带孩子的都报警了啊，捂下眼什么的。出来了，看到了没有？你是不是瘦了？你好不好意思？亲嘴吧。有什么亲人？欢迎回家。哎呀，没有把手，我怎么办？扶着门框，我把把手给拆了。门框，门框也拆了，把手也拆了，我怎么上车？扶门框啊！哎呀，到家了，我们先去吃东西吧。可以啊，走，先去吃点东西。好。还要点啥？我想把这里边吃的都点一遍。就是咖喱鱼丸。今天主要拍你吧，我就别老露脸了。说好看，大家看我看了一个月了。颜值不在线。你终于来了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，确实比我。吃别的家的，嗯，这是啥？芒果还是榴莲？芒果没点榴莲呢。芒果炒冰。来，这是好吃啊。我要吃那个，就是那个。哪个？虾片。吃那个生蚝。生蚝。没找着。这是海鲜墨汁炒意面。海鲜墨汁炒意面。嗯，走吧。你一出场基本上就是吃播啊。这个太好吃了，这个芒果炒冰太好吃了。是啥？青丝虾球。哎，这个酱我吃过，特别好吃。不烫。哎，那不是我吃的那个酱，不一样。我们太齐了吗？别拍了，会不会显得我太能吃了？又要了半打生蚝，我好久没吃过，太忙了，这么丰盛了，就这一口我实在吃不下去了，其他的基本上都。这里还有一个碗子，你吃好了。我点的太多了，然后吃不完了，森哥在这一顿清场。现在就剩这么多了，我要把它。加油！干完。加油！吃饱喝足了，已经开始了。对啊，回车上了。我们，你看我现在好白。是啊。是吧？我在视频里看着好明显。哎，我们今天拍了有多长时间？够不够剪一期？那肯定不够。不够啊？那不够呢，我们就明天还得接着拍，再凑一期。今天，要不今天我们在这儿聊聊十分钟？哎。哎，算了，还是明天再说吧。今天太累了。对，今天往下的内容都是电视上不让播的了。那我们一个转场就到了明天早上，好吧？走。好好吃。都有啥？哎，还有这个上面，哎，这个黄椒酱呢？还有辣椒酱。那边有。这个是山椒辣椒，也有黄，也叫黄蒸龙辣椒吧？一种辣。对。好。啊。然后这里面就是有这个，这叫什么米粉儿，然后有小鱼、花生、香菜、牛肉，牛肉干，鱿鱼丝，小银鱼、鱼片，这个是鱼片的，不是豆腐干的，这是鱼片，香菜、酸菜、韭菜、花生米，料很多，特别好吃，我要两个小份儿，快吃啊！房间已经热懵逼了，要下了，热的整个脸都是肿的，现在。
我刚来的前两天也是你这样的，就是热的脑子都不转圈了。你那不行，现在我就没事了。你看现在我就刚喝完一碗热汤，然后在这坐着就啥事儿没有，喘不上气儿。你看脸上这汗，我已经习惯了。走，骑摩托车带你去兜风，把椰子喝了。我不行了，我要回新疆。你好了没有？你来试一下。你转了一百多圈了，已经。来试一下吗？来呀。这个比滑板好玩耶。这也是滑板啊。陆地冲浪板，这可以在陆地上练习冲浪的稳定性。这个的脚的前一后离得远一点，好像比较好加速。试试啊！我们俩玩那个陆地冲浪板玩了半个小时，他转了一百圈以后，然后太热了。我说我想喝椰子，然后森哥说：“跟我上去摘一个。”哦，在这上。哎。椰子在哪儿？这里啊。哦，哇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不能站在这里，我害怕它掉下来会打到我。你别站在椰子下边就行了。哦。哇！哎，你人呢？快爆了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太危险了，你这一椰子上去。我们就再也见不着你了。这个摔爆了，你把那个拿着。好，我下去去捡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还挺大的哦。倒倒，对，我倒出来喝。我们刚开了两个椰子，现在准备把椰肉开出来，然后跟这个椰汁，跟这个一盆椰汁，然后炸一下。刚喝椰汁好像没有那么香啊。把椰肉跟椰汁炸一起就好香了，我再去搞一个吧。再弄点冰块，条三条，三条。这里叫什么？印尼村菜市场。我们来这里买排骨，然后晚上回去要那个。就三个人吃不了这么多吧？那就烤一条出来。这买了好多菜，晚上可以做饭了。然后欢姐要吃水果。香蕉看起来好胖啊。这个菜市场弥漫着榴莲的味道，特别特别的浓的。老板，这是啥？哦，这个很软了。这是啥？榴莲蜜。榴莲蜜。哇，好香的人呢。你再买一个这个回去尝尝，我没有吃过。你买一个吗？买一个。这个你帮我拿一个，好吧？多少钱？一个以前不吃榴莲不吃菠萝蜜的人，然后现在在吃榴莲蜜。榴莲蜜它不是榴莲也不是菠萝蜜，哇，闻着都超香，真是味儿好大。快快快快快！我也流口水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真的吗？嗯，真好吃。你不抗拒这个味儿？这个真是跟榴莲菠萝蜜都不一样。刚海哥吃了一口说超好吃。超不香，我靠。我也要吃一个，我也要吃。超香超甜。大家看一下看一下。哇，我要吃了。嗯。也太神奇了吧，就是菠萝蜜。我买这个盒晚上冻在排骨里边。可以冻吗？可以炖吗？嗯。就这样吧。关不动了，我要去出发去海边冲浪了。我们已经到了海边了，跟这个猛男准备要下水了。我们猛男啊，你怎么看上去还有点羞涩呢？我是一个羞涩的猛男。羞涩的猛男。哎，海哥，你把车停在这边上吗？队友都到了，然后我还不会游泳，我现在就要去冲浪了，心里还是挺有压力的。我们已经到海边了，可是没有冲浪板，怎么办？啊？没有冲浪板怎么办？我们冲浪板明天才能到。那你带我下去玩一会儿吧。行。好不好？
我先下水去感受一下。我上一次来日月湾的时候还没有下水，这次我先准备下水试试。我刚问我说他俩套的这个睡裙出来这是冲浪服吗？他说这你在干什么来着？专门海边换衣服用的。这个也太可爱了吧！很方便，真不差衣服。哎呦，笑死了。真的太热了，就像蒸笼一样，我现在满脸都是水，都是汗。我今天晒了一天在外边，然后这个是前两天森哥给我买的冲浪的湿衣，然后到了，我现在准备换上它，先下海感受感受。现在要换衣服啦，我已经换好了，我已经快热爆了，帽子还有湿衣我都换好了，我现在要下海了。海边有好可爱好可爱的小狗狗。哇、wow ！我们俩现在把衣服都换好了，然后没有冲浪板。我之前那个冲浪板坏掉了，然后我们又买了一张，又买了一张。今天到不了，明天到。沙滩上迷茫的徘徊，然后先下水吧。走吧。走。我都害怕。啊？还冲浪呢，我站都站不住。啊！兄弟！哇！哇！今天没有冲浪板玩，我俩又把这个陆地冲浪板拿过来了。在海滩附近的一个商业街吧，这也没啥人，但是这个玩意儿你别小瞧啊，这个玩意儿的加速的方式是跟冲浪是一样的，就是不用这样，就是咋说，就是荡起来它会一直这样走，但是荡板还是有难度的。你看欢姐现在荡着荡着自己就停下了，现在我能在上面一直荡，就是不停，就是一直荡一直加速。花姐马上就停住了，看看啊，快走。哎，还可以，没停啊，这是段下坡。这是上坡吧？下坡。哦。你看花姐多白。白胖白胖。白胖白胖的。哇哦！猛男的小花花，嗯，猛男的小花花，晚上吃什么？晚上不是买了菜吗？回去做吧。我现在有点饿了，我感觉这个运动量有点大。那我们先回去做饭，要不等海哥他们。太晚了。对，太晚了。我们刚洗好菜，准备说回来喝排骨汤，结果没气了。哎呦天，没有燃气了。走吧，出去吃去吧。哎呦，有点烫。哎呦。走走走。熄火了，熄火了，我们要出去下馆子了。浪人食堂。哇哦！我要去见一下，这个天天森哥都在一天吃八顿的地方。米饭还行吗？不吃吧。菜起了。行了，对呀，起了。这就是上一次我们来海南的时候，有一次在菜市场买菜，然后我说不知道叫什么的那个菜。四角豆。四角豆炒了一盘，我要尝一尝。只有海南有。好不好吃？嗯，对呀，还可以。有的人吃不惯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你下次下。我感觉我今天是不是点菜点多了，平常是你们八个人的量。没事，一会儿你结账就行了。要不是因为我结账，我也不敢这么点。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，吃不完打包明早吃。你家里还一堆没煮熟的。哦对，还没有火没做完的饭，太好吃了。你咋了？你咋这么狼狈？看见了。我感觉我自己不行了，哎呦！你又不行了。你看我现在这个头发，我下水了，到现在头发都没干。但是现在我感觉我特别行。我不行啊！我今天白天热的，整个人都热缺氧了，手脚发麻。去吧，洗澡去吧，洗澡去睡觉。然后下午跑到海里泡了一圈，凉快了。但是晚上回来真是好累啊。
行了，别磨叽了，今天好像时长特别长，录了好多东西啊。今天就这样吧，行行、啊、再见吧，就这样吧，再见吧，明天我们去冲浪接着，拜拜拜拜，明天见，下期见，要不又有人说啊，明天怎么没有拜拜